喺一次半梦半醒之间呢，有一把声音啦，我当其时系好唔开心嘅，经历人生低潮嘅，咁甚至乎我喺度怀疑紧人生，我觉得人生会喺世上究竟有咩用途？系咪我即系我嘅生存啊？我嘅即系我而家我嘅出生都系多余嘅事情嚟，我应唔应该系出世？我好质疑我自己嗰、那个，即系我自己个自身嗰个喺呢个世上有乜嘢旨意？点解要生存？点解要即系见到咁多唔开心嘅嘢、受苦嘅嘢？系咯，咁有一晚我半梦半醒之间呢，我系觉得俾人哋瞓咗下觉，我睇到自己个身体嘅，俾有啲力咧拉咗我出嚟，咁拉咗我出嚟呢，咁佢同我讲，我俾你睇一啲嘢啦，咁佢带咗我一句喺个山上边，嗰啲草呢系会喐噶，同埋有啲发光嘅，嗰啲花呢系会喺度唱圣诗、唱歌仔嘅。咁系即系唱紧唔同嘅圣诗啊，好开心啊，充满个喜乐嘅地方。哇！呢度系唔系天堂？佢话呢度未至于天堂，呢个系人与天堂之间。咁有个咁嘅地方，咁跟住呢，我睇见唔同嘅人种啊，有亚洲人，有金头发，有男有女。咁有啲系有翼嘅喺度飞嚟飞去，系细路哥。有啲冇嘢喺地上面行噶，呢啲咩嚟噶？咩人嚟噶？又唔系好似正常人咁，又唔系人咁。咁我就问嗰个说话即系嗰个人啦，喺我后边系冇显现出嚟。佢话我哋系作紧工噶，神派我哋落嚟呢，系帮世间上面嘅人。咁我话点解有啲冇翼嘅？佢有啲系需要冇翼噶，佢哋喺世上面行啊。我点解有啲有翼嘅？咁佢话有翼嗰啲呢，佢哋要快啲去到唔同嘅地方，要做佢做嘅嘢。咁我点解有啲亚洲人乜天？即系我系咪天使咧？佢话系。咁我天使乜唔系白人或者即系某一啲即系我哋认知嘅漫画啊等等等等。佢唔系噶，天使可以变做人类又得，喺度行又得。可能有一日你遇见咗你自己都唔知嗰个系天使，佢有啲系识飞噶。有啲系大人，有啲系细路，因为我哋有种种嘅需要，种种唔同嘅人，而佢哋系可以唔同嘅天使，就唔同嘅人呢去作工。咁神系派佢嚟去帮人嘅。咁我哋有时呢会大家传递信息。咁呢一个就系佢哋即系大家交流嘅地方。咁我交流嘅地方都靓成咁啊，个山系发光噶。啲草又发光啊，啲花呢就色，嗰啲花我唔识形容，我系未见过噶。咁就系五，即系好靓，好灿烂嘅，咁喺度唱圣诗啊。咁我话，哎，好啦，我唔走啦，我真系唔想做人，人系冇意义噶。我喺呢度嗰种喜乐、嗰种安慰、嗰种开心呢，我系唔要走啊。我翻去做咩啫？我唔想做人啊，做人冇意义噶啦。佢话你听住。你将来咧，你要做，你要你嘅你啲细路哥得几岁大？你要养凑大你嘅细路哥，带大佢哋。到你有孙啦，你系时候咧，神要接你走，嗰个时候系先系你走。而家你唔可以走，因为你要做个好妈妈，你要好好地带大你啲仔女。呢个系神俾你嘅职责，所以咧你要开心啊！你觉得你系孤单，你系无助，你唔系啊。其实喺地上边咧，好多行走嘅天使，喺天上边亦都好多天使帮助好多唔同需要嘅人，所以你要有盼望啊。你知道系有爱噶，你要去感受，你要接触神啊，你就会感受到啦。咁跟住就完啦。跟住我即系俾人扯走咗，好似个人俾人个灵魂扯走咗咁就。翻我身上面，嗰阵时系日头嚟嘅，我系突然间瞓着咗觉，唔知点解，跟住又突然间咁醒咗。咁我起身嘅时候，我好记得系一个好温暖嘅阳光呢，系晒喺我面上边，好似喺度安慰我咁样。系啦，就系咁多。即系你系日头，唔系瞓紧觉，你系坐喺喺度。度唞，喺度喺张床嗰度唞咯，唞下唞下就半梦半醒。
好似俾人扯起身咁样，跟住我望下，因为我睇到自己嘅身体嘅咁样，咁跟住喺个司令嗰度俾人扯咗上去，跟住着一声好似系咯，好似 transfer 去咗一个，去咗个可以讲系充满灵气嘅山咯，我只可以咁讲咯。你嗰阵时信咗耶稣噶啦，系咪信咗，大概都成10年前噶啦，？OK。所以系一个咁，但系即系因嗰次我又系心情唔好咯，咁但系翻到嚟嘅时候，咁觉得啊，都系嘅，一个都系一个好嘅信息咯，咁我都接受嘅，亦但系呢个系带俾有时我好唔开心嘅时候，我都有一种安慰，因为我知我觉得我唔即系作为一个妈妈系辛苦噶嘛，咁有时做好多嘢，觉得究竟我做嘅嘢究竟有冇果效咧？我牺牲究竟值唔值得咧？我生之为何咧？咁我即系其实我由细都开始去问呢个问题嘅，咁即系某程度上系俾到一啲安慰我，俾到一啲系咯，一啲辅助俾我咯，喺我系都几唔开心嘅时候，系咯。係呢、这個，其實呢、这個好感謝神啊！呢、这個係你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啊！即係你多親近神呢，你仲會收到眾多，因為你收到眾多呢係有作用嘅。因為聖經講到喺士徒行傳2:17嗰度話，神說喺末後嘅日子，我將我靈轎冠凡有血氣嘅，你嘅兒女要說預言，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作異夢。咁呢度呢講到就係話神要賜俾人有呢、这個見異象、作異夢嘅恩賜，咁、那個恩賜有咩作用呢？係有目的嘅，就喺、是、《使徒行傳》第1:8，耶穌講聖靈降臨喺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就由耶路撒冷一路到地極作我嘅見證。咁呢個都係呢啲恩賜咧，係會幫我哋作見證，並且咧係可以帶領嘅。因為咧點解呢？當你一路收呢啲信息多，安靜禱告咧，你收嘅信息更多嘅時候咧。呢啲信息有時可以係你為人祈禱幫助佢啦，即係譬如有啲人唔開心啊、煩惱啊，你會神指示你知道某啲人佢嘅問題，你可以識得幫佢嘅問題，呢個其一嘅幫助。亦都自己埋身嘅，即係神就會同你講嘢，你有啲咩需要處理，神會可以同你講啦，即係幫你自己同幫人。下一步係咩呢？係幫助你嘅生命嘅發揮啦，即係話生命點樣提升。點樣俾神用，或者係甚至幫助教會或者整個地區咧？神要用，神要做一啲工作，神要興起你去帶領教會或者一個地區帶嚟復興。咁我聽到咧，我係會幫你提升嘅，即係我會幫你咧去提升進入更多呢啲嘅領受嘅領域啊，即係進入呢啲異象異夢裡面啦。咁呢個好特別嘅，呢、這個真係喺你。即係又唔係瞓咗覺嘅情況之下，神咧向你咁樣啟示呢啲情況咧，係一個好嘅開始。咁呢個可以當然我哋收到嘅信息，譬如話指示我做咩，我哋一定要驗證嘅，驗證再清楚係咪神俾我哋嘅信息係咪即係驗證，亦都可以由你多次嘅經歷啊去分辨到底你領受嘅係咪從神而嚟嘅。咁如果各方面都係顯示係嘅時候咧。咁你就逐步知道你所領受嘅都係可靠，都係從神而嚟啦，係可以帶領你同埋教會或者係甚至神嘅領域裏面嘅進步嘅。